授，各位长官，然后各位学长，大家好。那今天很荣幸，我们邀请到的是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来担任我们今天这堂课的讲座。那现在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讲座。好，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啊，数位科技在人事上面的应用。数位科技其实 QR Code 嘛，就一个数位科技，大家刚刚都已经开始应用了，所以我们直接就切入主题。这个 QR Code 大家如果扫了，或者是 slido.com 接入830之后，大家可以在上面匿名的问我问题。那匿名的问我问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知道在这样子的场合，如果是有不同的职等职级的朋友的话，那其实举手发问的话，不免就要打个六七折啊，会比较有礼貌一点。那但是呢，匿名发问的话呢，大家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因为反正大家都在滑手机嘛，也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这是这个空间的第一个好处。那第二个好处是说，别人问的问题呢，你可以按赞就好了。因为我们现在在这样子的就是面对面授课的时候，大家如果拿了麦克风，然后常常会有就最勇敢的一位拿了麦克风，然后问很多问题。那但是呢，那一位想要问的其实跟其他人想要知道的可能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我们就不会很想打断他，因为他毕竟是勇者嘛，第一个发问的。那但是这样子的系统的好处就是说，在有人举手发问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完全不管他正在问什么的，就在上面继续问自己想问的问题。然后呢，你看到如果别人问的问题你也想问，你就按赞就可以了，这样子你也不用再就是重新打一次一样子的问题。那按赞的数量越多的越会跑到上面，所以如果有朋友已经登录的话，可以试着去打个招呼啊，说早安啊什么之类的。那跑到上面的话呢，这个我就会先回答，就会先看到，然后呢最新的就会跑到最右下角。那在现在是9:10嘛，我们接下来会有两个50分钟的时间，那我要讲的内容完全就是由各位的问题所决定的，我并没有什么一定要显示的简报，也没有什么一定要跟大家讲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在两个小时结束的时候我还没有办法回答所有的问题的话，那我就先说抱歉，但是所有问题我都会看过。那但是如果不到就是两个小时，然后上面的问题就完全没有了，然后呢也没有人举手，也没有人有什么想要问的事情，那我们就提早下课啊。那但是其实就是从我入格以来还没有提早下课过了，所以我也不觉得今天会提早下课，就大家想到什么就可以问什么。那在大家还在打字，我看有些朋友已经在打字的时候，我就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一开始大概2016年9月。答应当数位政委的时候的一些劳雇协商的一些经验，因为反正这是人事的课程嘛。劳雇协商是当时大家可能知道，我在答应进行政院的时候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在线上公开的回答所有人的问题，然后呢我就拿大家问的这些问题，包含对现行的一些公务员人事制度这种所谓特别法律关系的各种挑战啊，拿去问我们的林权林院长跟当时的沈美玲秘书长。那简单来讲就是他们要答应我三个条件我才当公务员了。那然后如果他不答应的话，那对不起，我就继续以顾问的身份服务啊。那我之所以会这样子提出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我2014年底开始，就在人事行政总处以及国家公关学院等等这些地方，有协助培训了大概1000位的公务员。那当然，我家里三代也都是军公教，所以就相当了解到说，在还没有这个就是机会结社的争议发光。三权之前，就是公务员的工作环境有各种各样子的限制。那但是也有一些法令，它其实会把这些限制能够做一些突破或做一些挑战。所以当时我就特别举出三个不同的法规面令，然后来跟林权院长进行劳雇协商。那他当然是都答应，不然我现在也不会站在这里。所以跟大家讲一下我的当时的三个劳动条件。第一个是我在任何地方上班都算作是上班，这个应该大家是比较知道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远距上班。所以这是我办公室。就是我的台北办公室，那它的地址是仁爱路3段99号，是社会创新实验中心，门牌都是新请的。那如果有到过台北的靖国花市的话，它就在靖国花市的旁边，然后在福华饭店的斜对面，是一个以前是空军总部，但是空军很早就已经没有在用，然后所以就变成了类似像讲废墟好像很难听，所以就是保留过去的这个感受的这样子一个地方。然后当然它里面有一些文字啊，连树也是文字啊等等，总之就是跟这个中心新村是在一个非常类似的状况。然后我好，那所以当时呢，这个我们挑了这样子一个地方之后，我就问全台湾的做社会创新的朋友们，就是用一些新的方法去达到公益的一些朋友们，说
说，那我们这个地方是全新的，那能不能够做出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足球场，它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社会创新团体，叫做鞋汉儿基金会，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鞋汉儿三个字就已经是社会创新嘛，因为有这三个字，以前我们说的是可能智障啊、白痴啊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大家都觉得，哎，汉儿这个是我们可以就是理解的，而且他们的贡献也是很大，因为他们看到的这个世界跟我们看到可能不完全一样。我们看到的时候是用文字或者数字这些比较抽象的方法来理解，但他们看到这个世界和他们看到一个真的足球场的时候，是用一个几何的拓扑的方式来理解。所以当他们的艺术治疗师带着他们画出这样子的一个足球场的时候，他们的艺术治疗师就发现说，哎，这个连他自己都画不出来，这有点像梵谷的那样子画画的一个方法，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可以具现化的一些有创意的空间，包含在世大运啊等等的地方都有使用，所以只要一踏进这个空间，就会变得比较有创造力。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大家当时上百家各种各样不同社会创新团体要求这个地方有的，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对全台湾都有好处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一个专属的厨师，更要有厨房，然后更要有咖啡厅，而且呢，这个厨房呢必须有直播的设备。为什么呢？因为全台湾在做这些社会创新的朋友们，很多都跟可能有机农法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原住民族的一些像红梨啊等等，就是大家可能听过的一些，但是没有吃过的一些东西是有关系的，是农业方面的一些改革跟创新。那但是呢，其实你看这些影片啊，看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办法了解到说它到底多棒，这些创新的理念到底多厉害等等。但是呢，如果你愿意来这边，然后就请我们的大厨，这个就是一直都有吃的，这边一直都有吃的，然后很好吃，然后你在吃的过程里面听这些创新的概念、创新的想法的话，那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参加这种每个月一次的活动，其实如果你不去应用，那下个月其实你已经忘记上个月大家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东西好吃，你绝对会记得，所以下个月还会来，下个月还会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把社会关系紧密的包容在一起的一个方式。那这件事情我们在我本来的那个办公室，就是也是国定古迹啊，就是行政院院本部，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我们行政院院本部这个不要说这个开到半夜11点，然后办咖啡店什么网剧啊、披萨啊什么东西，光是生活啊可能都有问题。所以 anyway， 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并不是在家工作的意思。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把技术带到需要的人旁边，而不是说要求他们一定要来行政人员本部，一定要来台北，一定要来等等这些其他地方。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是说，因为我每个礼拜在这边就是主持这样子一种公司会议，那所以他们第二个公司除了要有吃的，要开到半夜11点之外，就是说我以后每个礼拜三都不要走，就待在这里。那每个礼拜三就是我的 office hour。 什么是 office hour 呢？就是任何人都可以 book 我40分钟的时间，然后说，哎，我对公务体系有个创新的想法，那政委可不可以听一下我们的这个想法，然后看看能不能够小规模的把它实做起来。好比像我就记得说一年多前有一些朋友说，哎，他们在开发无人车，然后呢自驾车，就你坐上去告诉他要到哪里，他就把你开过去的车子，然后呢希望我能当做那个 pilot， 就是试乘员啊，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政委坐上去就开开看嘛，这样子应该就就是大家就可以了解到说无人车的美好等等。对，然后我就说这个这个风险会不会有点大、啊、然后他就说没有，政委你想错了，这个无人车长这样子，但是三轮车、啊、三轮车童谣里虽然说跑得快，但是其实就跑得很慢，就是跟人跑步是一样快的，可能还慢一点。然后这个三轮车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撞到什么东西都不会怎么样，然后它在我们的这个空总的园区里面，它也不是一般开放道路，在那个园区很大，所以你就可以就是 roam around， 就是给旁边的刚从金国花市买完花的长辈们看到说你坐着一个其实长辈们不知道这是自驾车，他说这是购物篮哈，就是你就坐着一个购物篮跑来跑去，然后呢大家就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想象。那但是为什么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想象，甚至把这个购物篮，真的有人说是购物篮，然后改造说，哎，那我是不是在金国花市买花的时候要提东西很重啊？那是不是这个购物篮可以跟着我啊？他根本没有去把他从自驾车的那个方向去想，他只是说我提个东西很重，如果购物篮可以自己走，不用我推，这样是不是很方便？那很方便嘛，所以你买个篮花，买什么东西就往里面放，这个购物篮满了，那他就自己找另外一个购物篮来，然后再跟在你旁边，就一直买。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就可以走到像建国鱼市场，然后就买得很开心。很开心之后呢，哎，你发现你坐上第一台，他可以
可以送你回家，那个是额外的一个好处，其实主要就是一个自己会走的购物车啦。那这样子的想法为什么可以变成是真的快速实作出来，就是按照长辈们的这个想法，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变成一个行动购物车的话，首先就是你不能够说只闪一个红灯，因为你跟丢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正在跟丢哪里嘛，所以他现在有两个眼睛，他会看看那个主人所在的那个方向，会眨眼了，会有各种各样子的那种非语言讯息，然后我也就真的就骑上去了嘛，你看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大家可以就是有这种新的想象就去改做它呢？是因为这个车子它叫做 Persuasive Electric Vehicle PEV， 它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它所有的硬体、所有的软体、所有的资料、所有的文件都是开放的。开放的意思就是说，它抛弃掉它大部分的著作财产权，所以这不是只像我们政府资讯公开一样，让别人可以看，而是说可以改。你只要看这一只眼睛不顺眼，你就改成两只眼睛；你只要看它的这个动线不顺眼，你就改成另外一种动线。你如果觉得它讲这个就是我们现代标准汉语，这个大家觉得这个听不太懂，你马上把它改成台语啊、客家话等等。所以因为这个可以任意的修改。而且它的整个 blueprint 整个蓝图是公开的，是透明的，所以呢，任何人都可以把它改成自己要改的样子。所以这是我第二个工作条件，叫做 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激进式的透明。激进式的透明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概念，就是大家就可以看到说，自从我当政委以来，我跟4300个朋友在接近1000场的会面里面讲了29000多句话。那这里面呢，并不是大家所就是平常习惯的那种，就是会议记录啊，这个才是签到宗整怎么怎么什么这些东西，这些当然还是做啊，我们并不是不做一般的会议记录，但是呢，大家都可以看到，每一次 office hour 是谁来，他来的时候他想要讲什么，他讲的这个过程里面提出了什么样子的一些论据，所有这些东西，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有他自己的网址，全部都是放在网络上面给所有人看，而且这也不只是 office hour， 凡是在院里面有我当主席的会议，我来主持的会议，全部甚至我们的 internal meeting 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公开，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之前怎么样协调兽医师能够去开人用药给毛小孩，我们怎么样协调民间对于空污水的一些倡议，我们怎么样子帮故宫去进行这个票务的改造等等等等。那这些呢，不是只有公开的这些会议，反而是会前会，就是我们的那种筹备用的会议，在政府资讯公开法里面叫做拟稿阶段会议的，我们也会说，只要某一天这个就是厂商决标的那一天了，那我们就会公开它。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家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我们在考虑这些政策，而不是只是我们考虑了哪些政策。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在 office hour 也好，在我这个 lobby 的 slide 也好，或者任何人来找我也好，我都先告诉他们说，我们讲的话会跑来这里，这个很神奇。在以前呢，如果我不讲这句话，然后大家来找我，他讲的都是关于他个人利益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只要我说，这个会公开啊，大家来找我讲的都是公共利益的东西。同一个人啊，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把那个 lobby 的这个概念把它翻转了，不是说他好像争取陈情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拔河一样把这个社会利益往他那边拉，而是他必须要是说，我有什么什么可以贡献给社会的，不然公开出来的时候不就太难看了嘛？所以这个就是 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激进式的透明。那在远距上班跟激进式的透明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跟人事相当有关的啊，就是。我的办公室的组成，我们的办公室呢是比较特别的，我们在院本部，然后呢院本部其实是唯一一个没有好像在处务规程里面规定分级科级组办事的这样子一个单位，只要是各部会或甚至地方政府等等，大概都有处务规程，但是呢并没有任何人说政委的办公室应该要怎么编制，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在说这件事。所以当时呢，我的第三个工作条件就是说，我们叫做 voluntary association， 就是自愿结合，就是任何部会有志愿来我办公室的公务员，那就可以组成我的办公室的一份子。所以我的办公室里面就有内政部的，有 NCC 的，教育部的，文化部的，反正你能够想象到的接触人民的部会啊，大概都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是办公室的一个成员。所以理论上我们有32个部会嘛，理论上我应该可以有32个同事，不过目前只有22个，
所以这表示说有些部会从来也没有派人来过，好比像说国防部就没有派人来过。为什么呢？可能他们对于激进式的透明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啊。那但没有关系，就是他不派来我也不勉强他们，但是呢只要有派人来的这些朋友们，我们就完全是用一个线上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它叫做 Sandstorm， 那它的网址就是在 EY， 就是行政院啊 ,EY.PDIS。那所以呢这个网址呢其实是所有的各级地方政府，所有的公务机关，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而且你不用先问过我，只要你的 email 后面是 gov.tw， 你就可以自动的获得使用这个平台的权利。那这个平台我们当时请国际最著名的这个骇客，这个在 DEFCON 是得了第二名了，今年也还是得第二名的台湾的白帽骇客团队打了六个月，打了六个月之后，他们说，哎，这是他们看过最安全的一个公务系统。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在上面自己开发出各种各样子的应用，就不需要再去担心资安的这个问题。你随时你有一个公务的问题想要解决，你在上面开发了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你就可以让所有的其他的公务同仁也都可以使用。所以呢，你需要会程式设计的程度是非常非常少的，你只要会一点点网页的设计，其实你就可以在这上面写出一个自己需要的一个程式来。而且呢，因为现在没有公共行政替代役了嘛，你就可以看说以前替代役在做哪些事情，然后呢，你就在这边做一个自动的系统去把它完成。那以前替代役这个同仁们到底就是会做哪些事情呢？好比像说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比较多人使用的，或者是说我平常比较常用的各种各样，就是共笔的系统啊，互相分享照片的系统啊，这个 Rocket Chat 就是有点像我们用 Line 的这样子的系统啊。然后呢，但是呢，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看板系统。看板系统就是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知道说，我们上个礼拜做完了哪些事情，我们这个礼拜现在正在做哪些事情。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发现我们跟任总、跟文官学院都有相当多合作啊。目前是哪几个人在做？哪几个人在做？还差哪些工项？这些工项呢？这个还需要谁的帮忙？等等等等，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管理。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我在任何地方，我只要一看右上角，我就知道哪些同仁现在还在上班呢、啊，就是还开个这个界面，他们就亮绿灯嘛。然后哪些同仁可能还没起床，就是亮灰灯。然后呢，所有人也知道说，大家如果需要帮助的时候呢，大家在这上面马上就可以知道说之前发生了哪些事情。所以这种出于自愿而结合 volunteer association 的结果，就是每一位同仁自己来决定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自己决定说他要揪团去让其他跨部会的同仁来加入他的这个专案，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每个人的考绩都自己打。所以呢，他们打完考绩之后，我就无论如何都签名。也就是说，我并不是指挥这些同仁，他们的 loyalty， 他们的 report 还是到他们本来的这个部会。但是呢，他们等于在这个开放的空间学习一件事情，叫做 work out loud， 就是不怕别人，不怕别的部会知道自己正在做怎么样子的工作。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重复的事情就不用再做嘛。那所以在这个。大家终于有这个食物票的问题了，表示在这边 有相当多人感兴趣，所以我就快速的把这一趴结完之后，我们就来看大家的问题。那其实呢，在这边就是我刚刚说，任何一个就是大家开发的这个工具，就可以让所有其他人使用，这也包含一些民生上面的一些工具。好比像说这边有一个肉多多菜多多，有一个朴实怀古的池上便当，然后等等之类的。这些呢都是行政院附近80块钱大概就可以买得到的，一些餐厅啊。然后以前呢，这个有一个就是庶务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去统计，就是我们每个工作会议的时候谁要点什么等等，非常的麻烦，非常的困难。所以呢，我们在做的事情，因为就没有替代役了嘛，那所以我们现在呢做的就是在这个系统上面，就把行政院附近80块左右的便当全部都拍照，全部都上传。那今天呢，大家想吃什么？就选那个餐厅，而且你看它可以自动的带我的名字进去，带我偏好吃的东西进去，然后呢几点之前下好离手，
然后呢，哎，午餐呢，便当呢，就会自动的出现在桌面上。所以像这样子，其实是一下子就省了很多时间。而且呢，这件事情我们在写这个的时候，不用去想资安的问题，因为底层就是自动带名字、自动带这些东西，已经资安这边解决了，就是我们资安处跟计服中心都认证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只省我们办公室的力气，而是可以省所有人的力气。那这样子的话，所谓 volunteer association 才有意义，因为来各部会来这边的朋友们，就可以把这样子的工具、这样子的心态带回到他们的部分里面去一起使用。好，那所以我们就开始看看大家的问题。目前有21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人事资讯的资料库目前分为人事总处，也就是在我们行政院，以及全序部，就是考试院，两者分别建立。各机关又分有自身所建立使用的内部资料库，使人事人员疲于维护。其实这种方法可不可以有改良的方式？当然是有的。我在刚上任不久的时候，因为我所有接下来讲的这些全部都是有逐字稿在 backup， 所以如果要知道我这个协调的细节的话，只要到我们逐字稿 CA 这个网站，然后找司法院这个院检交换或卷证交换，马上就可以找得到。所以细节我就不讲，我只讲大的概念。当时呢，司法院的资讯处处长王启旺处长，他才刚上任没多久，然后他跑来找我，他说这个现在有一个很不幸的一个情况，就是检方跟院方，司法院那一部分跟我们法务部这一部分，这两个部分呢都有很多卷证，这些卷证呢，这个其实各自都有电子化，可是呢他们的资讯部门呢没有办法串接在一起，因为是跨院嘛，所以呢他们就只承认什么呢，纸本交换。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我这边在起诉以前我写的这些卷证啊等等，很多都已经是电子哦，但是呢我必须把它印出来，印出来之后呢我就纸本交换过去，召唤过去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把它扫描起来，扫描起来之后呢，在那边建档，建档之后呢，他一定会有一些回卷啊什么之类的、啊，他们那边呢又必须印出来，而且呢印出来之后呢，有的时候是我这边是纸本，但是其实我印出来的，我这边是纸本，然后呢你那边出了一些意见，我们就要卷一送过去，他们扫描完之后，我还得赶快跑过去把我刚刚送过去的纸本卷再调回来，然后连着你这边给的一起扫描，所以两边扫描了两次。印了两次，砍了不知道多少棵树，虽然现在好像有些是用再生纸啊，砍了不知道多少棵树，然后呢，对大家的工作一点帮助没有，因为其实就是同一份资料。然后呢，在院检之间，像新北啊，当时试着去做电子的交换，然后呢，这个双方就开始说啊，资安的问题啊，什么什么问题啊，什么什么问题，一大堆，非常非常的麻烦，非常非常的冗长。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这个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其实呢，通常就是先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去证明说你透过某一些资料通道做的交换，好比像说我这边有一个电子签章，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只要开这个网站有一个锁头，它就表示说这个网站它有一个电子签章，那你看到这个网站的网页是这个网站的管理员想要你看到的，中间不能够去篡改，这个应该大家都了解。但是呢，其实你的浏览器也是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个人的电子签章，意思就是说那个网站就知道来的人是你，而不是来的是其他人。这个设计锁头设计是双向的，只是说单向这边我们比较少使用。那当然大家可能只有在一个情况下会使用，就是公文系统，大家用自己的公务凭证附带自然凭证功能或者是什么，就是你要插卡才能够签公文啦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可能会稍微体验一下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实在太不方便了，所以大概大部分上网的时候都不是这样子做的。那这个我们现在也在改善了，明年会有感应式的就是自然凭证。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只是没有跟身份证一起发而已。但是 anyway， 我要讲的是说，因为本来做法是比较不方便，所以就没有这样子做。所以我们通常做的方式就是去做一个流程上面的盘点，去看说到底哪些地方是重复的工作，到底哪些地方大家正在做一些，其实我们按照电子签章法，你用一个我们叫做客户端的凭证就可以解决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就这样子盘点之后呢，我就出来挂保证，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你提这样子的一种就是减低大家的负担的一些提案，不免就是有一个权衡。什么权衡呢？就是你增加你的长官的风险，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发生了问题，这个全序部好像
才发生过问题。如果发生了问题的话，其实很久以前的事了，只是最近爆出来。但是就是如果发生了问题的话，那你的长官势必就要去立法院接受一些拷问嘛，对不对？那但是呢，我们现在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激进式的透明的方式，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说在院内交换的时候是哪一位处长提的主意，哪些科长帮忙去做的这些想法，但是最后去说，哎，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技术上可以，这个是我啊，是唐凤啊，所以如果有问题都是我的问题。如果这个郑峰啊什么要调查的话，你就拿出资料给他看，说这全是唐凤的错啊，这样子这你的长官就完全没有铺显的范围。所以呢，就是就我现在还站在这里，就表示说这套还蛮有用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需要这样子的一套做法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国发会。其实我们把我们这样子协调的做法，已经写成一个叫做政府数位服务准则。所以大家只要去国发会政府数位服务准则的这个网站，你就可以看到说我刚刚讲的这一套，先找出大家浪费时间的部分，找出可以自动化的部分，找出让大家使用者体验变好的部分，而不是说你做了一套新系统，不过旧系统还没拆，所以你数位纸本得送两份啊，这样就完了等等的这样子的情况。那还有一个自评表，而且我们会不断累积这些个案范例，而且你如果需要说服采购的话，你可以给他这个公文抄本。而且可能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还有一个辅导团，所以像故宫啊，因为故宫也是我们内阁成员嘛，这也是国际级建的啊，那他都可以打电话到02-27014772啊，或者是写这个电子邮件信箱，然后就会出现这个一些就是顾问团来告诉就是大家说，哎，其实你按照这样子按部就班的做，我们都已经有一个准则，是一个 SOP， 并不是什么离经叛道、这个大逆不道什么什么的事情。资讯系统就跟工程系统一样，你也可以是在先期规划以前就去开一些90万左右的这个探索的标案，去让大家先把实际的需求收集起来，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呢，这部分呢，就希望大家可以参考。那如果就是有一些问题，就是27014772还没有办法回答的话，也随时欢迎直接联络我，因为我们这一套这个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示范案例，暴雪软体案，我们的健保卡的虚拟化案，故宫的票务案，非常非常多的案例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规划而成的。所以如果就是需要跨院协调的话呢，我非常愿意来担任这样子的工作。那有10位朋友们问说，对于有兴趣学习程式语言，但是完全没有基础的人士人员，可不可以请我建议从哪一类的语言入门呢？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程式语言分成很多种，有就是你下命令一个指令一个动作的，这叫做 imperative 下命令式的语言；有那种你把整个世界建模成很多互相互动的一些物件，这叫物件导向式的语言。但是呢，也有一些你把世界的状况告诉电脑，然后你跟他说，我不管你怎么算的，我只需要一个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法。那这个呢，叫做函数式的程式设计语言。程式语言有各种各样子的流派，但是呢，只要大家有用过 Excel， 其实大家就已经写过函数式的程式设计语言。Excel 就是你把状态全部都告诉他，然后你跟他说某一些状态是别的状态的产物的衍生的产物，然后呢，你再告诉他说，哎，这些状态里面某些地方是从别的资料来源来的，就是跨试算表的彼此的 reference。甚至如果你用 Google 的那一个试算表的话，它有一些资料，甚至是可以从别的网页及时的资讯传过来的。那所以只要善用试算表，你就已经会函数式程式设计语言，你不用再去学任何别的语言。你只要学一个等于号就好了，然后你打了一个等于号之后，后面那些语言的关键字，不管是我们 LibreOffice Calc， 或者是我们的 Microsoft Excel， 像政治正确那个 LibreOffice 就要讲前面嘛，或者是个 Google Doc 等等，都会告诉你说有哪些好用的工具跟指定的关键字可以用。所以我会建议说，与其去学这种就是 JavaScript 啊、CSS、HTML 这种网页的前端语言。这些当然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其实大家需要的是一个叫做 computational thinking， 就是运算思维，把一个很大的看起来很复杂的事情拆成很小的几张小的试算表，这叫大事化小。
然后呢，再把这些很小的计算试算表呢，从你手动填大，变成你建立一个枢纽分析表，让机器来帮你填大，这叫小事化无，因为就不用做事了嘛。那所以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然后以无事取天下，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函数式程式设计的最主要的一个哲学。那其他的程式设计的这些范式，如果你掌握函数式程式设计之后，其实是非常非常好学的，因为函数式程式设计是把程式设计变成它的最精髓的这样子一个部分在处理，所以我会建议善用试算表。然后如果你的试算表让很多人一起互相工作的话，当然现在 Google 这个 Docs、 Google Spreadsheet 是大家最常用的了，但是呢，我们在公务体系里面，尤其是像外交体系，因为后来外交部也有派人过来，他们就有一些困扰，因为他们有一些东西必须要在内网去跑，他们不可能去连到 Google Doc 那边去一起填试算表。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建议他们来用 EtherCalc 这样子一个试算表。这个试算表它在外网也有一个版本，它在我们内网就是 SandStorm 里面也有一个版本。我们在把这个便当的系统写好以前，我们用的是 EtherCalc， 就是一起填试算表来订便当的。它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妙用，相信大家可能比我还要熟悉。好，那所以在这里面的这个界面呢，其实就完全跟就是 Google Spreadsheet 是一样的，它的功能呢也是非常的类似。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些 formula， 我们在 EtherCalc 里面也都有支援。那而且重点是，就是我是作者了，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这个功能上面的要求啊，或者是觉得说界面不够好看啊，或者是说想要多加一些 Google 有的功能啊，也就直接写信给我们办公室就可以了。这个就叫做政委自带厂商啊，大概是这样子。好 ，OK， 那所以大家这个就多写试算表，然后多去想一想说哪些东西你本来是手动做的，你可以透过从外网捞资料直接进试算表做枢纽分析，你就可以做到非常多之前你要花很多的人力才能够做到的事情。有十一位朋友们问说，有一个追问的问题啊 ，OK， 因为最新的问题会跑到最底下，所以如果我刚刚回答到一半，有人问的问题跟我刚刚是一样的，那可能表示我们的侧面没有回答清楚，所以我会就是优先回答追问的问题。有一个追问问题是说，我刚刚秀了很多平台，但是它是不是这个就是只能用 IE？ 那大家这个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已经不知道 IE 是什么了哈。IE 就是 Internet Explorer 的意思，是微软以前曾经出过的一款浏览器，他们现在已经就是不维护它了。那就是 IE 其实有非常多个版本 ，IE 6、IE 7、IE 8，每个都是一个不同的浏览器。那所以呢，通常就是在某个版本会动的，在别的版本也不一定会动。那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个资讯工程师的一个梦靥啊，所以为了这个大家在那个网络上常看到说什么 IE 不能动，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什么之类的啊，就是这个资讯工程师的一个悲鸣啊。那我们呢，在我当初被政委之后呢，我做的第一件事情，除了自己叫 SandStorm， 那个当然是跨浏览器平台之外，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去问我们的行政院的人事部门，问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一些青年学生们，找一些朋友们，去改变我们的这个 IE 不能动，或者只有 IE 能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记得当时 trigger 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有这个想法很久了，我们也问，可是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那个政治授权，就是院长没有把这个觉得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呢，后来上任不久之后呢，出现了好像是全序不是别的院，这样可以讲吗？但是好吧，就是别的院，写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就是在进行就是国民年不是国民年金公务员军工匠年金改革之后，当时军还没有做完，工匠年金改革之后，大家的这个试算的那个网站。那个试算的网站呢，如果你是用苹果电脑开的话，那就是一团乱码，是完全没有办法使用的。它就是最 typical 的那种只有 IE 才可以动的这样子一种设计。那虽然是就是所谓他院失误啊，但是呢，这个我们也就是义不容辞的，马上一瞬间我就自己下去改网页，然后就把它弄好了。那把它弄好了之后呢，这个院长就发现说，哦，原来有这么多人在用 Mac， 当然非常多人在用 Mac， 而且即使是用 Windows 的人，那他也不一定用 IE， 所以呢，这个 IE 的市占率其实那时候已经是快要黄金交叉了，就是已经快要大部分人都不用 IE 了。那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就发现姿势挺大。这个时候呢，院长就说好。那就是全序部归全序部嘛，我们行政院自己至少所有各部会，所有二三级机关所有的网页，我们一盘点509个还508个，
到底哪些是只有 IE 开才会懂的，还真的蛮多的。好，然后呢，那难道要我一个一个去改吗？那这样我就不用做别的事情了嘛。所以呢，我就说好，那我们已经肖想已久的那个见习生的这个计划就可以开始出现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当时我们就请了非常多位同学啊，大概可能每年都是二十几位了，二三十位。然后呢，对于每一个部会的二三级机关，他们所有的对外的网站，他们全部的去进行盘点。简单来讲，就是他们这个网站在 Chrome 开一次，在 Safari 开一次，然后确保这两个浏览器看到的跟 IE 看到的是一样的，然后这两个浏览器看到的也不可以有差别。那所以呢，我们要挑人种嘛，会不会有点残酷？我们还是用一下老吴伯。OK， 好，老吴伯他第一个嘛。所以我们的工作方式是这样，因为我可以远距的工作，所以我们办公室同仁也都可以远距工作。我们办公室同仁既然可以远距工作，我们的见习生当然也可以远距工作。所以这二三十位朋友里面，只有一些是台北的学校，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分散在全台湾。我们大家聚起来一起吃点披萨，做了一些基本的培训之后，所有人就回到他们各自的家乡去了。然后我们就是在Slack 在这个平台上面去进行讨论，去进行沟通。那他们做的事情呢，就是他们分成两组人，一组人呢是去检测，比方说，就是开起来就是这样子。我们陈明堂政务次长应该不是长这个样子，对，那就是会跑板了。或者是说这个什么受刑人特性分析啊，这个法务统进三分钟，这应该是性侵的侵犯，但他很有礼貌，所以就被卡了一半哈。那所以所有的这些状态，不管是我们在就是 Safari， 但是 iPhone 上面的版本，或者是 Chrome， 但是 Android 上面的版本，跟电脑的版本，我们分成两年，都让所有的朋友们去测试了。然后呢，我们这边就列出了所有会让这个大家爆炸的 Flash ActiveX Applet 跟 Silverlight 等等，如果你没有听过，那你真是很幸运的一些技术啊。好，那所以呢，所有这些呢，就是一组人，另外一组人呢是有资讯专业的，他们会写 CSS， 会写 HTML， 所以呢，他们就做我当年帮情绪部做的事情，就是说你的这个网页的这一行现在改成这个就不会有问题了，图片变形是这样子就可以解决了。等等等等，好，那所以后面看起来当然就像是天书一样了，但是呢，其实对承办人来讲，这个简直是太棒了，因为以前学生来骂网页，这个在就是手机上不能用的时候都是骂嘛，但是这些学生都是带着礼物来的，这个礼物他看不懂，好像包装在礼物盒里面，这没有关系，他只要原封不动的给厂商，然后说这个是坏掉的嘛，这不是说我要追加功能嘛，所以请你在维护合约之内，一个季度之内。或者有一些比较狠的，下个礼拜把它改好。那这个呢，因为他已经知道怎么改了，他 literally 他就是把他的程式码这一行删掉，加上这一行程式码。所以从厂商的角度来看，我与其一直接客诉的信件，这已经不知道浪费我多少时间，我不如就改这一行嘛。所以呢，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一个季度之内，我们所有检测出来的这些东西，几乎全部90几%都变成了这些就是二三级机关网站对外的具体的一些就是厂商的改动。所以大家如果对详细的运行方式有兴趣，包含我们怎么报名、怎么初选、怎么做起初见面会、怎么做培训等等等等，尤其如果各位有这个地方政府的朋友，因为我们实在管不到地方政府，我们尤其管不到地方的议会啊，那所以所有这些就是可以参考一下，然后用类似的方法去让学生，其实很多学生很愿意来就是。并不是为了钱，因为他们领的钱大概就是交通食宿什么什么的费用，虽然帮他们 cover， 但是其实就是没有多少钱，但他们这个做简报的时候都非常有成就感，因为他只要改掉一个地方，他的那个 impact 就非常大，因为每个网站都有使用人次嘛，他可以看到说，一年这个网站就有上千万的人次来使用，所以他只要改掉这一件事情，他就等于帮100万人，对不对？改善了他的生活的这个就是平常每天要做的事情，帮他们各省了一分钟。那这样子的话，他的那个社会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他去别的地方当见习生，大概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其实非常非常踊跃的来报名来参加。所以就是我们用来处理这个浏览器的这个方法。那当然，现在微软的浏览器现在叫做 Edge 嘛，其实就已经是 Chrome 了。
它后面跟 Chrome 用的是同一支程式，所以这个问题终于就没有了。那所以我们以前去把这些卡在旧版的 IE 带到新版的浏览器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那我们以后也不用再管 IE 了哈。那因为 IE 连微软自己都不维护了嘛，所以有一些我们协作用的一些工具，像我们的共笔，就是大家都可以编辑的一个叫做 CodeMD 的这样子一套系统。如果你现在还是在用 IE 开而不是用 Edge 开的话，它完全拒绝载入，然后就跟你说换一个新一点的浏览器，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子使用的。所以各位如果以后这个有看到就是同仁在建置资讯系统的时候做这样子的要求，这并不是他有什么不合理的要求，而是 IE 就是连微软都不想管了吧，大概是这样。有时候有朋友们问说，推动电子化措施可能会碰到老人或者保守者的反弹，走挂号，例如像奖励电子化，就一直被机关内的年长者所排斥，有挂号，这种推动各项新潮思维或措施的时候，遭遇反弹如何解决啊？简单来讲，就是你要先问长者要怎么做啊。你就是如果不问的话，他当然觉得说这是就是离经叛道。但是如果你当初问了他应该怎么做的话，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啊。我们就举一个使用者里面长者相当多的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故宫博物院的使用者里面的长者应该是相当多才对。好，然后呢，我们现在正在跟故宫合作这样子一个案子。这个我们吴明察院长他说，当务之急就是要让使用者来的时候感觉到友善，服务导向，友善故宫。所以呢，我就跟他开了一个会。大家知道我开会都是这样开的吗？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好，因为故宫就是有点远。然后所以我就请我们的设计师同仁直接去故宫，但是呢他就我就要怎么讲，附身在他身上，就是他坐在一个椅子上，他就把我这个 iPad 的这个夹子啊，这个 mount 他就 mount 在我旁边的那张椅子上。那椅子常常是旋转椅嘛，对不对？所以有人发言他就帮我转一下头，这样子就可以，这个非常非常便宜，这个非常鼓励推荐大家使用，这个是联合国认证的，非常非常有用。然后呢，这个吴明察院长一看到我是用 iPad 跟他对谈，他就说啊，故宫就是需要这样子的创新。好，那他年纪当然就是也有一点年纪了，然后他说从那时候开始就形容我是他的这个忘年之交，所以忘年之交这四个字是非常好用的，他可以有效的把不同的世代结合起来。好，那当然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去访问这些长辈。好比像说排队，其实对长辈们来讲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如果是年轻人，这个身体非常非常的健康，排队的时候你就一面滑手机，一面听音乐，一面跟朋友聊天，一面怎么样子，然后直到后面的人推你一下，你再往前走一步嘛，对不对？那但是对长者来讲，你要排队十分钟跟排队一小时，这很可能决定他出门或者他不出门，这个是真正的一个需求，不是开玩笑的一个需求。然后呢，那个线上的买票也不是非常的容易，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就去做了这样子一个需求的盘点，开了一个协作的会议，然后去做使用者导向测试。所以其实呢，我们的设计师们不是只是自己去做，而是去找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背景等等的朋友，一个一个去实地访问，叫做 ethnographic report， 就是hang out 了，就是跟他们混。混足够久，跟着他们去逛故宫，然后看到说目前到底碰到什么问题，然后就找到了这样子一些需求。那非常有意思，就是说长者们都说，你给我这个手机上面 QR code 电子扫码怎么怎么样走进故宫，这个都很好，这个很方便。其实用赖家朋友这个我也会，其实大部分的长者是会用赖家朋友的。好，那这个我也会，这就扫 QR code 嘛，这有什么困难的？但是这个纪念价值啊，纪念价值就没有了。好，那所以呢，我们呢就说，我们就把 QR code 的那一张感应纸，就是这个存根连啊，就好像是你用那个行动支付，就是刷了卡之后，它还是会用感热纸给你一张那个收据嘛。这个收据你当然可以选择存到你的那个电子发票总归簿等等等里面，但是那个感热纸，你还是可以留下来当做纪念。但大家不会留下来做纪念，是因为那张纸就是很丑，所以你大概就是丢掉了。但是呢，就有长辈提出来说，没有，你应该把那张感热纸，就设计跟钢厂的那个票券那么漂亮。然后呢，你有什么展啊，有什么东西啊，什么翠玉白菜肉形式什么东西啊，你就印上去嘛。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即使只是扫描电子票券，好像高铁感应一样，我只有个票根，但是那个票根跟我当年买的那个纸本票券是有过之而不及的精致跟漂亮。这样他们就可以接受，他们觉得非常非常棒。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先问过长辈们的话，其实他们要的并不是他们要纸的票券，
它庙的是一个可以带回家做纪念的一个东西，可以拿出来去跟家人分享说，哎呀，我去了故宫啊，我看到了什么什么的东西。但是他并不是排斥用他的手机去扫 QR 码，他不是排斥在他的手表上面，可能很酷啊，他现在都戴智慧手表了，因为就是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健康心率的这个侦测器嘛，那很多长辈都会戴嘛，但他碰巧也会显示 QR code 嘛，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在他手表上面扫一下就进去，其实也是非常的帅气，而且主要是不用排队了。那但是呢，这样子在最后他还是可以拿到一张，他可以回去告诉他的家人朋友说，哎，我去了故宫，这个故宫真的非常非常的精美，今天的这个特展是什么的呢？那它其实只是一张收据，而不是一张票据，对长辈来讲根本就没有差别。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先问过长辈，你就不会得罪长辈，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已。那如果你问过长辈之后，他们提出来的一些需求是他们想象中只有某种解法可以去满足，那这样子你也不用去纠正他，你就默默的去做一个其实更有效的方法，但是他还是达到完全相同他的一个体验，就是这样。他比方说我们在行政院推动无纸化，无纸化呢其实呢是被很多这个资深的公务员所这个抗拒的，而且甚至已经到说你无纸化流程要跑一次之后，你还要跑一次纸本流程，因为长官就是对无纸化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拿在手里，就感觉不太对。那后来呢，我们也去做了访谈，因为我们办公室里面各部会来的朋友，每个年龄层都有啊，就是二十几、三十几、四十几、五十几、六十几，我们李雪琴顾问应该六十几吧？好，对，应该我不知道有没有七十，好像没有七十，不要得罪他。对，好的，所以总之就是各个年龄层都有。那各个年龄层都有的意思就是说，每个年龄层的习惯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去访谈一轮这个无纸化，我们自己办公室开始要从纸本的便利贴变成刚刚大家看到的线上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大家就发现说，无纸化其实长者是可以接受，不能接受是什么？是无笔化，无笔化他们是不能接受，手上没有拿着一个笔，他没有办法看着一个文件，他不能够画个圈，他不能够打个勾，他不能够批个可。或者是说这个那时候这个赖清德院长刚上任的时候，这个因为我这个出国嘛，有一些贡献嘛，然后而且还会带巧克力回来，然后呢带巧克力回来呢，这个他在有一次政务会议上面就说啊，你带巧克力回来送大家，以后呢我就不批可，我就批可可。那这个都是他的创意啊。你如果是让他刷自然人凭证签合的话，这些创意到底往哪里摆，对不对？所以这些创意是很重要的，是有心灵价值的，是就是在公务生涯里面是一个精神上的满足。所以如果你让他把精神上的满足拿走了的话，你等于剥夺他做公务生活的乐趣。你剥夺他乐趣的话，他干嘛还做这个？他在别的地方有非常多别的事情可以做嘛。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精神价值，包含他皮克啊、皮可可啊等等，我们全部都要给他保留。那保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给他一支笔嘛。其实一句话就这样子，非常简单。那当然运气很好的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设备，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流程改造的时候，当然刚好这也不是帮特定厂商讲话，但是刚好苹果出了很便宜的 iPad， 但是还是支援这支苹果的笔。而且据说看传闻了，因为我现在不在苹果工作，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据说之后手机也支援这支笔。那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即使你拿手机跑公文啊，怎么样，你还是可以很习惯的，就是从你的这个 tablet 上面拿出这支笔，在手机上签个可可，然后呢就送出去。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长辈们就是会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他的笔记，他的说不定像练了很久的书法，或者是所有这些东西，他都还是可以用这支笔来表达。这支笔他写书法的这个能力也是很强的，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无纸化才比较容易的去推展，因为他随时想要，他只要按个列印，他就可以把他的那个具有创意的丰富的笔记跟笔改跟这些东西变成一个他能够拿在手上的东西。但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有一个数位化的东西可以去交换那个数位的部分，不用再请人就是拿一整叠的各种不同颜色五颜六色的信封，最近很红啊，还上了直播去那边跑公文。所以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是透过电子交换来找我的话，那我半小时就可以回你。但是如果你坚持用纸本交换来跑公文的话，那对不起，因为我一个礼拜才进院里，可能两次或三次，你就要等我下次进行政院，我看到了才能够去批公文。所以大部分有时效性的朋友，到最后都学到说，
好了，就写个 email 了，在这个 Rocketchat 上面找一下唐凤嘛，他瞬间就可以做出决定了。而且有的时候呢，因为我是 Line 的话，我是早上看一次，睡前看一次，但是 email 我是每半个小时都会回的，所以就把 email 当 Line 用，然后把 Line 当 email 用啊。那这个是很重要，因为 email 是人家想好了，然后你回他嘛 ，Line 是人家一面想一面跟你讲，那人家一面想一面跟你讲，你等于就是要配合他的步调。他正在分析，你也跟着分析。他如果这个看到什么贴图，你不得不去想那个贴图。然后他如果这个根本就是扯一些跟工作一点关系没有的事情，好比像说什么东西要团购啊，还是什么东西，那你整个办公的那个节奏啊，马上就被打乱。而且你一打开就看到99 plus 啊，就是不怎么样。那所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一天才会两次乱，所以呢，大家其实就知道说是无关痛痒。那种这个什么什么中秋联欢啊还是什么东西，我会不会都没差的，大家才会用 LINE 传给我。我 LINE 是绝对不用来办公务的，那就是完全就是私人事务。那但是呢，公务呢，大家知道说，哎，用 email 找我，那是非常非常的快。那而且如果你装个信封，然后用走纸本交换，那可能等下礼拜一吧，可能下礼拜四要开院会，我到了院里帮我再看一下纸本交换一下。所以意思就是说，我想领导者他本身的数位习惯会决定旁边的朋友们的习惯。那我只要这个习惯是说，哎，我每天好比方我如果在院里，然后开了一些会等等，我就准时，我6点一到，我马上走人。那其实行政院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习惯，各位的机关一定没有吧？就是长官如果不下班，主管是不太敢下班。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看到常常灯火通明啊等等。那但是呢，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主管不下班，其实也没有真的在工作，他就是在等长官下班。那所以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道理的事情。那既然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那我当然就马上就下班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6点就一定看不到他。7点还看到，那是非常奇怪的情况，要亮黑灯了。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常常呢，就是同仁们都已经就是去安排好晚餐啊什么什么之类。所以极少数的时候，这个我被抓回院里，这个7点要开会的时候，我还得自己开那个办公室的门，因为大家都已经走了。就是简单来讲，就是6点半、7点之后，我们办公室是没有人的。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就会发现说，哎，你要透过线上找我，我随时都在；你透过实体找我，我根本就不在。那这个时候，不管任何年龄层的朋友，他都不得不去想说，好，那我要的到底是把这个工作做好，然后在这个中间用一些 Apple Pencil 啊之类的这种方式去展现我的书法的这个才艺，那这个是不是就已经足够了？还是我真的是那么执着在那个纸、那个封面、那个颜色上？绝大部分的朋友，不管他是哪个年龄层，都会去同意前面的这个想法，而不是后面的这个想法。所以现在先回答到这边，大家在休息时间欢迎继续问问题，我们就休息10分钟，谢谢。越相处那个，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也开到半夜11点嘛，所以就是平常没事就是晚上就是一起混，那感情就会越来越好。那这个表现在说，就是要合照的时候会纠团，就是会越来越多。本来3个人合照变4个人、6个人变6个人。如果我是去一般的大学演讲啊等等的话，哦没有，每个都是一个一个来看。所以这个 team building 真的是有点用。好，那我们现在就到下半节课。有12位朋友们问说，请问平时是怎么样做学习，怎么样吸收新知？有没有固定会上的网站或脸书？有没有每期都会看的杂志或者是期刊？对于自我知识管理或者终身学习有怎么样子的建议？严格来讲，这是4个问题。不过呢，如果有10个人按赞呢，表示4个问题就是要我一序回答的意思嘛，我们就一序回答啊。怎么吸收新知？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每个礼拜大概都会开3次到5次的这样子的Slido。那不管是巡回全台湾的大学，那或者是甚至一些高中，甚至小学，那或者是每个地方在做地方创生的朋友们，或者是刚刚讲的一些像斜向基金会等等，
或者是我们青年咨询委员会，他们会自己揪团去他们所经营的这些地方去探讨，好比像说怎么样去做老屋的结构的活化啊，怎么样去做艺术教育啊，等等等等。那我每一次就是直接把这个 slide 打开，那打开之后有个好处就是说，因为只要有十个人按赞，其实这个就是大家关心的事情，但关心的事情我也未必有标准答案，而且呢，有时候我会被问到，因为我没有什么面子问题，我被问到我就说我不知道。那不知道之后呢，我就回去研读，那让他知道为止。好，比如说我有一次这个就是一个英文的演讲，因为我演讲大概就是中英文可能2:1吧的比例，所以有三分之一是英文演讲。然后英文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位这个来台的外国朋友，他用英文问说我去 Google 啊，去 Google 台湾的 AI 计划。我打 AI 空白台湾，按个 Enter， 我完全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经济部有一个计划，科技部有一个计划，各个地方政府有一个计划，每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有一个计划，民间有自己的计划，等等这个计划。那到底台湾对 AI 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想法？我当场就被问到了。然后我问到之后呢，我就回去问我们科技汇报办公室的朋友，因为我这个每个礼拜四会跟着吴振中老师，等于就是陪着他一起开科技汇报的那个周会嘛。我就说，哎，这个到底有没有一个答案啊？他们就说有啊，有答案啊，不过是就是纸本的嘛，就是核定本，大家都知道核定本长什么样子。那所以我们就说，那可不可以把它放到网站上？他说有啊，有放在网站上，放在我们科技汇报的网站上 ，bost.ey.gov.tw 斜线什么斜线什么斜线什么。那个斜线什么，除非你会背啊，不然绝对是找不到的。所以呢，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贡献，就我自己看了那个核定本之后，我们去跟外交部要了一个网域，这个网域叫什么呢？叫做 ai.tai.wan.gov.tw。所以呢，这个如果有学过搜寻引擎最佳化，就是怎么样让关键字找得到你的网站，这个 SEO 是你没有办法赢过它的，因为你找的是 AI 台湾，这个网站的名字就叫 ai.taiwan.gov.tw， 所以它既没有分是哪个部会，也没有分是哪个院，也没有分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它就是台湾政府 taiwan.gov.tw。 那这里面它的标题就是 AI 台湾，那所以呢，从 Google 的角度来看，你找 AI 台湾，这个就是标准答案。所有其他就是从第二名开始去竞争，第一名大概永远就会是我们的这个 AI.taiwan.gov.tw。但里面的内容并不是科汇报自己写的出来的，所以呢，科汇报当然还是去跟不同的地方政府、不同的部会、不同的这些朋友们去搜集这些最新的资料、最新的 action plan 等等等等。但是至少，你有一个一目了然的方式，知道说我们台湾在发展 AI 的时候，我们注重的构面是什么，以及我们最近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所以对大家来讲，你就不会找到好像非常非常多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的一些比较冗杂的一些raw data， 就是一些好像大家搜集来一些简报啊等等等等，而是有人已经帮你这样子整理过之后，然后心智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一次的去吸收。所以呢，我自己有事没事看一下 AI 台湾的网站，我大概也就知道说最近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因为这个概念实在是太棒了，所以呢，我们后来呢就要了非常非常多的网站。好比像说，如果到 Smart 台湾，那你就会看到我们数位国家创新经济的发展方案。然后呢，从 Smart 台湾呢，就是 Digi Plus 嘛。从 Smart 台湾呢，你又可以再去连到，包含刚刚的 AI 台湾，包含民生公共物联网、Civil IoT、亚细、智基、新农业等等等等，反正5+2嘛，等等的这些东西，里面的每个部分都是可以按的。好比像说 Civil IoT， 那就是我们的民生公共物联网。好比像说我们的 Bio， 就是我们的生意国家生意方案。那 Bio 台湾的时候呢，这个还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这些网址的特色都是好念好记嘛。好比像说我说 AI.taiwan， 你大概就不会忘记了，因为实在太好记了，只有两个英文字而已。那所以呢，这个Bio 当时我们就注册了 bio.taiwan.gov.tw 台湾生意方案。这也是非常非常好奇，而且这个薪资这个都直接在这边嘛，我们还有 BTC 马上要开了啊，等等等等。好，那但是呢，一彩那些朋友呢就不是很满意，他们觉得说，虽然你在标题上面写的是生物及医学 biomed 生医嘛，但是你的网域怎么可以只有 bio 呢？这个好像因为 bio 它没有 med 的这个成分嘛，
所以好像是班有比较大，然后 Mate 比较小，他们完全没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这个听到这个之后呢，我们一瞬间就在我们礼拜三听到，礼拜四马上就上线 BioMed 点台湾点 gov 点 tw， 其实同一个网站了，所以看起来是一样的。就是网域不要钱嘛，所以这个网域是我们自己的嘛，所以大家用什么方式去记得它，这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事情，因为反正后面是完全一样的一套系统。所以呢，就是一人一个篮球的意思了。所以呢，后来呢，我们就几乎很多这样子的都会有两个名字 ，DG Plus， 同时叫 DG 点台湾，也叫 Smart 点台湾，那随便你怎么样子去选择等等。那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在网络上面的数位的这些资源，它其实是 abundant， 就是说你多要一份也不会需要多付什么钱的。所以如果你每次碰到这种争议的时候，你就两边都给就好了。在以前是大家预算什么会互相竞争，保留字没有什么互相竞争的问题，而且你越多这样子的网域名称 ，Google 越找得到啊，因为我打 BioMed 也找得到，打 Bio 也找得到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就是我们在部会里面，我们不怕人知道，我们只怕人不知道的这些新知的这些讯息。我们现在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一次的有中英文版，然后让全世界的朋友们知道。所以这个就是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固定自我学习的方法，就是我看大家关心什么事情 ，slide 什么问题是最高分，我就把它搞懂。那第二个固定会上的网站，大概就是刚刚的那个，就是什么什么点台湾点 gov 点 tw， 那个有很多个。那有没有固定上的脸书哈？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其实呢，我用脸书的习惯呢，可能跟大家也不太一样。我们刚刚已经说，我把 LINE 当做email 用嘛，然后把 email 当做 LINE 用。那脸书呢，我都是装这样子一个浏览器的一个扩充功能，它叫做什么呢？它叫做 News Feed Eradicator。那简单来讲，就是它把脸书的那一面墙，那一面讯息墙，把它 eradicate， 就是把它斩草除根。就是让他什么都不剩下，然后他会换成一句每天不一样的至理名言，好比像说今天是阿德勒，就是说 True freedom is impossible without mind made free by discipline， 要有规律的心灵才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好，那反正就是一些高大上的一些语句啦，这个你都可以自己客制化的。OK，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脸书它分成主动的部分跟被动的部分。主动的部分就是说，我今天关心这个生医方案，那我就去打生医方案 BioBTC 或什么东西，我打在左上角的脸书的这个搜寻栏。所以不管是不是我的朋友，他只要开地球，我就一定看得到。就是现在大家正在讨论什么事情，我就一次看大家正在讨论的所有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打唐凤两个字进去，现在脸书会自动出现脑波跟席伯纸啊，那我就知道说现在大家提到唐凤的时候，后面通常会跟脑波跟席伯纸，那我就会点进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忽然之间唐凤跟席伯纸出现了关系。哦，原来是一个叫做法律白话文运动的这样子一个粉丝专业，说这个大法官呢、啊，这个我们知道有些是马总统，有些是蔡总统提名的嘛，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都做出了同样的一个解释，所以呢，他们就说开玩笑啦，说这个一定是被唐凤这个控制了，以后要不要戴个什么什么席伯帽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呢，然后底下就有朋友说，这个真的啊，这个他建议这个大法官都要用铝箔纸啊包住脑袋，这样子才不会被唐凤的脑波所控制。然后那个法律白话运动的小编就在底下回说啊，这个您这个真的是很专业。那我们都知道说，在网络上面啊，就是要调专业人士出来说话。你问一个问题是没有用的，我们专业人士要看的问题，每天这个上千个，为什么要特别回你的？但是你提供一个错误的答案，专业人士就不得不来纠正你。这个万事万灵，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想要问网友上面的专业人士，你就自己抛一个问题。请你的朋友在底下抛一个错的答案，然后马上啊，这个专业人士就跳出来指正你的不是。那所以呢，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因为我就真的就是看到说啊，这个希望大法官把席伯纸放在脑袋上，我就不得不跳出来。然后呢，所以呢，这个就出现了一篇新闻啊，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可能已经有人看过了。铝箔纸，哎，对吗？只要找铝箔纸之前就是第一篇，好 ，OK， 然后就出现了一篇新闻。那这篇新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
好，比方说是自由时报版本的标题，说网校铝箔纸包头组精神控制，调出唐凤冷回没有用。这就是刚刚的那个对话，有位网友说建议大法官用铝箔纸包住头，法白竟然说你好专业，他不讲这句话我还不一定跳出来。他讲这句话我就不得不跳出来，我跳出来就说，其实2005年 MIT 就做过实验，铝箔纸是没有办法阻挡电磁波的，而且对于特定的波段它有增幅的作用。你要防电磁波，你要全身上下密不透风包起来。对，那你只包头啊，它其实是类似像天线那样子，所以其实是会增幅，适得其反哈，就是科普嘛，这个小常识跟大家分享。好，那当然这个瞬间就暴动了，就是所有人都在底下吵声留言什么之类的啊。对，但我要讲的是说，这并不是因为我整天在那边关注法律白话文运动，我纯粹只是有事没事我在 Facebook 上面打唐凤两个字，看看大家想到我的时候会想到什么，然后刚好发现一个新的关键字，就是铝箔纸，然后呢我点进去就发现哎，第一名就是法白，那我就看了法白，我不得不出来被就是因为他说专业嘛，实在太不专业了，我就只好出来讲两句话，那讲两句话之后就上了新闻，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程序。所以你如果装 Newsfeed Eradicator， 你就会发现说脸书就是让你每次滑不知道会看到什么，那个被动的成分其实是非常浪费时间的，而且呢它就是一个 AI， 它跟你不是共生关系，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要你多看一些广告，多点一些广告，多停一些时间在脸书上面，但你在这个中间就是 feed 的部分啊，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这是一个寄生关系。那你把这个寄生兽整个拿掉了，换成阿德勒，然后呢之后别的部分都还是正常使用啊，我搜寻还是搜寻啊，我如果今天有一个直播，尤其是如果副院长又要玩个什么什么还愿啊什么之类的话，那我也会去这个上面看他直播嘛，去跟他互动啊，那所以这个平常该有的功能一个不缺，那有人传讯息给我，那我也还是可以回私讯嘛，什么这些脸书功能都有，但是每一个都是我去做一件事，然后我期待看到什么，然后我就看到它，所以有点像搜寻引擎的用法，而不是说我不知道会看到什么，所以我一直保留着那种好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叫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生怕错过什么的那个感觉。那个感觉就是多巴胺啊，就是上瘾嘛，简单来讲。所以脸书的这一部分其实就是跟烟酒不卖局是一样的道理。那我们这个网络不能这个卖酒嘛，所以理论上这个也应该要这个稍微管制一下，禁止掉才对的。但是呢不幸的就是这个是属于就是演算法的这个部分，我们每一次去说哪一些部分这个不应该上瘾到这个程度，好像未成年人啊，儿少保护法，这个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嘛，大家都会这个演算法会自动去找出还是可以造成类似心理状态但是还不违法的那个状态，然后呢就继续让它去 mutate，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完全靠法律，甚至主要不能够靠法律来做禁止，这个就只能靠像这样子的一种我们叫做精神卫生的这种尝试，就好像你吃饭前要洗手一样，用这样子的方式让自己不要受到脸书的被动的部分的操控，然后只使用主动的部分了，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固定会上的脸书，大概就是我自己平常正在处理的专案，我就用关键字去做搜寻，我用自己的名字，中文英文名字会做搜寻，如果看到了一些就是我觉得在专业上可以有所贡献的，就会跑出来贡献，然后莫名其妙就会上新闻了，大概是这样。有没有固定每期会看的杂志或者是期刊？我们知道说参与建设才会使用建设，所以呢如果到我们 PDIS 就是 blog 部落格嘛， blog 点 pdis.tw， 我们现在反正我们自己用工具都是什么点 pdis.tw， 你就会看到这个最近我们帮忙协调了这个就是可以转供动物使用的人药，把兽医师跟药师的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把它初步把它解决了，那这个是苹果的专栏叫做这样的画面很美。那又或者说我的 office hour 不是每个礼拜三大家都可以来吗，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带了他的应该是他的弟弟发明的一个叫做反向伞，就是你这个撑开之后你按了一个键，那你人已经在车子里面了，咻，把你收到车子里面，完全不会淋到雨，这个很棒的一个发明。但他们发明的时候呢，没有这个足够的资金去开模，而且呢，他们
上一次发明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长伞的时候呢被抄袭了，他们也很怕，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那你就去群众募资就好了。群众募资的话呢，是你先把钱都募到了，然后再开模。他们合作的厂商非常不习惯这件事情，因为以前在制造业，尤其是以前台湾雨伞王国嘛，大家都是先设计完、先制造完再卖，所以呢，他们合作厂商都觉得说，你没有产品怎么就卖呢？这不是诈欺吗？然后他说，哦，不是诈欺，政委跟我们说这叫群众募资，这个跟诈欺是不一样的哈。那所以呢，他们就真的本来好像只要募个十几万吧，那最后募到快2000万，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一秒顺手这个反向伞。二手反向伞，然后呢，他就再去开模，那现在应该已经快要做好了，然后就马上就要上国际市场等等，然后这些是我们总统杯黑客松等等等等，所以我要讲是说，目前我会固定看的大概就是苹果日报的那个财经的那个专栏，跟那个商周的专栏，那为什么？是因为就是我在上面写稿嘛，所以其他的作者我也就只好顺便看一下，那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突破，在就是管仲明老师的情况之前，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很清楚的被 spell out， 说到底什么情况下，我这样很固定的每个双周帮苹果，每3-4周帮商周这样子写稿，到底算什么？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有这个全序部到我们任总到我们院长到我们秘书长都有一个很一致的一个标准，就是我写的就是我的业务范围，而且我没有领钱。而且他刊出的同一天，我就用开放的授权把它公布在网络上，任何的媒体都可以转载，都可以引述。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他连兼职都不算，他连part time 都不算，他什么都不算，他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他就是我正在说明我的工作。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范例，它的产生，对于其他的想要用类似的方法去跟民众做对话的公务员，其实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他只要坚守着，就是他不要从这里面赚到钱，他是用一种开放的方式，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说，他写的就是他本身的业务。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当时花了蛮多时间去跑这个签合流程了。那但是好处就是说，那之后我在国外的、国内的任何地方，杂志或期刊，我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提出贡献。那最后一个就是对于自我知识管理或者终身学习有怎么样子的建议啊，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终身学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随时可以准备好。不要把自己当作是自己擅长的技能，不要去认同自己擅长的任何一个技能。这个并不是什么我的创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上路的那个12年国教课纲，就是新课纲的最重要的精神。在以前的99课纲或更久以前的课纲，我们用的是所谓的技能导向教育，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有分科嘛，有分组嘛，每一科里面有一些线性的评量的一些标准嘛，教改之后好一点嘛，教改之前完全是线性的。然后呢，那就好像一个操场，他画了5个跑道，然后每个人就得分到不同的跑道，尤其到了高中之后，可能就要分组。传说我没有念高中，我不知道，但是我朋友都有去念高中，然后他们说都会分组，然后就好像在上面会分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等等等等。这种其实我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以前的教育制度是这样。那这样子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一个跑道上面，而且以前大家把 core competency 或 core competence 这个字翻错了，就是在英文 competitiveness 竞争力跟 competency 职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你有 competency。那是你个人，那你的企业你有 competence 表示他能够完成一件事情，完成一个任务，使命必达。但是 competitiveness 那个是竞争市场里面，竞争市场 player 跟 player 之间，所以一个合作社、一个 NGO、任何一个非营利组织不竞争的这些也都可以有 competency， 但是他们不一定需要有 competitiveness， 这根本是两个字。那但是呢，像这个一些管理学大师的著作，这个什么 competence leads to competitiveness， 我们以前中文都翻成说什么运用竞争力达到运用核心竞争力达到竞争力，就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这两个词就是不同的英文字，但翻成了同一个中文字。那所以我们现在在新课纲的时候已经把它翻回来了，叫做核心素养 ，core competency 就是核心素养。那素养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假外求嘛。自发的能力就是自己去找到自己的兴趣，然后去找答案的能力；互动的能力就是你跨领域跟不同的文化等等这些朋友们，你可以去就是理解他们的文化，理解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方式来组队打怪。
那共好的能力，就是在组织打怪的过程里面，不要去把对方当做你的工具或工具人，而是把对方的价值也当做重要的价值，然后找到双方共同的价值等等，这些都是人跟人之间不需要个人比较的嘛。那你的自发就会找到你的兴趣，你的兴趣就会找到你的方向，方向就好像大家都在跑道上面，这个已经分成不同跑道，预备起开始跑的时候，你就转身跑自己的方向，这样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赢在了起跑点上，因为没有人跑那个方向了，你就赢了。那然后赢了之后，才去认识从不同别的起跑点跑到同一个地方的人，而不是才就是碰巧在你旁边的人去进行竞争等等。所以这些的好处在我们教育，为什么我们要应该是亚洲第一个完全变成素养导向的教育，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预测12年之后的世界。所以如果你让小孩花了12年擅长某一种技能，他过度认同这种技能，他已经忘记说这个的目的是要共好，是要解决社会经济环境问题，是要互动，是要认识各种不同的文化，而是觉得说，哦，我在这个上面比别人快0.01秒。那这样子的话，哎，不好意思，人工智慧就来了，就是好像跟摩托车赛跑一样，然后他就会觉得啊，人性尊严遭到了这个折丧，然后可能会觉得被我们国民教育欺骗感情。那这个大概是我们国民教育者不想要知道的，就是我们根本不会去说。他们现在学的东西是我们能够预测的，我们一开始就说我们根本不知道12年之后会怎样，那只有很坦然的说我们根本不知道12年之后世界怎么样，我们根本不想去知道12年世界之后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以为我们知道的都是什么，都是 psychological projection， 就是心理的投射，就是好像做梦一样的这样东西。那这些当然是现在年轻人好像是把它叫脑补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觉得我们知道12年之后世界怎么样，那就都是脑补，脑补当然大补啊，脑补最补，那但是都是错的嘛。我们现在去看12年以前的那些这个预言书啊那些之类的，大概大部分都是错的嘛。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要想说我们竟然可以知道，不要那种全能的幻想说我们可以帮一个1年级的小孩知道他到高三的时候我们竟然知道他的学问怎么样是重要的，这些都不重要。我们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发互动共好这些基本的这些素养。所以成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过度认同一个特定的技能，觉得比旁边的人多快0.01秒做出来，那这些技能如果你能够放在一个线性的尺度上面比较，大概就明天就被 AI 取代了。但是如果自发互动共好，那个是每个人来都不一样，有创造力的部分。只要是有创造力的部分，那 AI 来，它有它的创造力，你有你的创造力，大家就是互补的，大家就不是互相取代的。就像刚才那个 AI 的三轮车的购物车，它并不是取代那个买花的长者嘛，对不对？不是说我在家里说，哦，我要买这三种花，车子帮你买过来，然后放在门口，不是这样。因为买花的过程，它重点不是你买到那个花，是你跟花市的朋友们相处，是大家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有这样子一个文化的一个氛围，大家觉得说，哎，在这边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object， 我们每个礼拜天可以在金文花市这边见面，我们非常高兴等等，那个才是真的价值啊。买到花那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好像那个故宫的那个票根是一个副产品而已，那个很重要，因为有纪念价值。但是我不能舍本逐末，说啊，那我就这个雇个机器人帮我去逛故宫，然后这个帮我去出国，帮我去旅游，帮我最后拿个票根回来，那这个旅游的意义就完全丧失掉了。所以就是说这个内在价值素养的这个部分，只要大家是把这个当做自我认同，那再多东西自动化那就帮我们忙而已。那但是如果是把可以自动化这些技能的人跟人之间互相竞争的东西当做自我价值，那大概终身学习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指望。所以这个是从技能导向到素养导向，我们希望所有的年龄段大概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建立终身学习的这个素养。而且我们这些国教院，因为我入阁前是科发会委员啊，就是可以放下所有我们这种自大的这种想象，以为我们会知道12年之后的世界。我们一开始就这个我知我无知一下，就是说我们根本不知道12年之后会变怎么样，那大家都要当做终身学习者。有9位朋友们想要问说，我国智慧卡支付行之有年，例如悠游卡，例如一卡通，可惜还没有办法跟智慧型手机来结合使用。例如悠游卡存入手机可以支付或者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像是日本西瓜卡的方式，目前推动程度以及卡关的原因。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电支跟电票，之前是不同的条例，那然后后来现在当然是不同条例，只是会把它 harmonize， 就是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之前纯网银也没有一个很就是固定的说到底怎么样才qualify成纯网银，然后之前这些想要创新的，好比像说你要用一个指环来做电子支付，而不是有用荧幕的东西来做电子支付的东西，也没有一个方法去做先期的实验来引领这些法规的调试。那这些我说的以前讲的都是2015年，因为我从2015年开始就开始帮行政院同仁做这方面的法规调试，当时还是就是蔡玉林政委的时候。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在注重的，并不是说好像大家就是把最擅长这方面的人都集中到行政院来，然后帮助产业界知道说啊，产业界的未来发展在哪里。这跟刚客发会的状态，或者是跟老师的状态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就不是指导者，我们变成比较像是陪伴者，就是大家想要试一个全新的东西，我们给大家一段时间来试验。好比像说，当我们金融沙盒通过之后，中华电信、台积银行就一起试验一件事情，就是你临柜开户要双证件，你办 SIM 卡也要双证件。他们主张你只要用你的手机，当年那个 SIM 卡的 KYC 就是那个双证件的验证，就可以达到开户，你用手机就开户，不用去想这件事情。他们又主张以前银行都必须要按照借贷的这个记录才能够去计算风险，那但是呢，他们主张用电信费的缴费记录也可以计算风险，所以就算从来没有跟银行往来过的人，只要你之前曾经缴过中华电信的电信费，也可以算得出你的授信额度来，就是你的持缴啊什么什么东西都算到授信额度去。那这个是一个蛮就是颠覆金管会三观的一个东西啊。那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冲险准则应该改还是不应该改，但是我们现在有第三条路，就是我们试一年嘛，试一年看看，如果试出来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有一个 risk factor， 我们就修改它，然后这件事情就可以做到。所以在这边行动支付也是一样的，电支电票接下来就会整合，然后整合之后呢，我们就会这样子的，你刚刚讲到这些创意的用法，如果是整合之后它本来就可行的，那你马上就去做，即使是不可行的，那现在金管会也不敢说学习了，参考我的 office hour 的方法，在他们金融创新的，他们也有一个金融创新的一个实验中心，每个礼拜都会有金管会的朋友来跟在那边的一个团队去进行像这样子的资商跟对齐的工作，对齐到一个程度，你就有一年的实验期间，这一年里面你就要证明给社会看说这个对社会是好事，不是坏事。那如果一年之后社会说这真的是一件好事，那你的这个版本的法规命令就会变成我们的版本的法规命令。那如果社会说这真的是一件坏事，那我们就感谢你的投资人帮我们付了学费，下次不要再这样子做了就好了。所以这样子一种新的这种沙盒式的创新的方式，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这一届政府去把它适用在各个方方面面，包含什么远距心理师，这个诊疗啊，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大家只要到 sandbox.org.tw 啊，都就可以直接看到。那时候也是有一位外国朋友问，然后我就开这个网页，然后他就看不懂，然后我就只好回去说，请赶快做成双语的。所以现在每一个中文字旁边都有一个英文字了，还不错。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到底最近又有哪些法规的案例是因为民间的朋友们的这些创新，所以呢，就造成了我们的法规的修改，其实是洋洋洒洒，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一方面就是电视电票这个金管会，我应该已经处理到一个程度了，已经签到最后了哈。然后另外第二个就是说，当你有一个日本的或者其他的这个 model 想要在台湾 run 的时候，你在这个上面又可以再透过沙盒去进行为期一年的实验。如果发现台湾的接受程度也跟日本一样好，而且它没有什么各自自安等等的疑虑的话，那就像自驾车一样，自驾车我们也是嘛，先在沙仑开一开，然后在樟林开一开，然后就上路了嘛。上路但是有一个速限嘛，然后慢慢大家觉得这个可以接受，这个没有问题，它就变成了我们的法规的一部分。这些大概就是我们的沙盒的精神。有十一位朋友们想要问说，假新闻假讯息已经成为国内的重要问题，例如像推动年轻改革的过程在各种断章取义讯息推波助澜之下让反对声浪更大，请问政委在防范假新闻上是不是有什么应对政策？左括号除了常被乡民嘲讽的关三天之外，右括号那个社委法不是我写的，所以关三天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自己是不会用假新闻这三个字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台湾有三种 不相重叠的操作型定义。因为这就又是一个英文翻译的问题，就像刚刚 competency 跟 competitiveness 都翻竞争力，英文的 news 跟 journalism 也都翻新闻，
啊 ，journalism 新闻系啊，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啊等等。所以很不幸的就是说，当我们说假新闻的时候，它可以说的是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但是内容不实；也可以是不是新闻工作者，他冒充成新闻工作。这两种是完全没有任何重叠的两件事情。那我在跟这个之前跟柯文哲市长，现在柯文哲主席之前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说他觉得这两种都不算假新闻。他觉得新闻工作者好不容易写出一篇新闻，内文也都是对的，但是编辑给他下个标题杀人，因为他常常被这样做，他编辑给他下个标题杀人，他觉得这个才叫假新闻。为什么？因为记者有签名，编辑没有签名嘛，所以那个编辑就藏在后面，然后呢搭着这个记者的这个工作去进行造假抹黑的这件事情。其实他讲的也很有道理。那总之呢，这三件事情都叫假新闻，可是之间不互相重叠。所以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在法律的层级，在法规的层级根本没有办法处理。所以从去年十月开始，就是总统的国庆文告开始，我们就一律都叫做假讯息，有时候叫假消息，那有的时候是假资讯，假资讯假消息合成假讯息。那假讯息的英文就是 disinformation。 那 disinformation 我们现在在行政院有一个相当清楚的一个处理的方式。这个处理方式呢是这样子，就是我先讲一下假讯息我们的法律定义，这是罗秉成政委的定义，我只是引述它。就是刻意的、故意的、造成危害的、不实的资讯或消息，所以简单讲就是恶假害，恶害假啊，随便了。好，恶假害这三个要素，这三个要同时成立，三个有一个不成立，它就不是 disinformation。而且这个害是对公众所生危害，好比像说传染病防治法，或者是说选办法。其实在这波以前本来就对这些讯息有所规范，因为一个是危害到我们民主社会的运作，另外一个是民主社会的民，就是如果传染病这个大规模蔓延，那不要讲民主了，社会都没有了。所以这两个部分是在民主社会可以运作的底层，它是在基石。所以你去挑战到一个基石的时候，上面的那个言论自由啊 doesn't work， 因为你就已经把人跟民主制度都已经抢走了，那用来保护那个言论自由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这里是说 harming the public， 不是说 harming the government's image。就是说，如果你去做一些讽刺漫画、搞笑漫画，或者是做一些就是像法国《查理周刊》那样子，它只是破坏政府的形象，但是它对于公众、对于民主程序反而有所贡献，因为它书面讲的是真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它当然不能叫做 disinformation， 所以这是恶假害的判准。我们附近的这些管辖领域。在 Civics Monitor， 它是一个人权的一个网站。每一次有任何一个管辖领域对于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有任何侵害的时候，它就会扣分。扣分的时候，它的颜色就会慢慢慢慢的开始改变。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我们附近，就像一路到非洲，我们是目前唯一残存的，就是还没有因为假讯息的关系。对于言论机会、结社自由有系统性的侵害，所以我们旁边的，当然纽澳也没有，纽澳还好。那但是我们所有这些旁边的管辖领域，都已经或多或少的去做了一些把权力集中到行政领域，而从社会领域里面把这个言论的权力抢过来。简单来讲，就是新加坡模式，就是任何的部长，包含像我，只要看任何媒体的任何一句话不顺眼，就可以要求他更正。而且呢，要求他更正呢，是线上线下一起更正，而且是跟他无关的媒体都要帮他更正。好，那是叫 General Correction Order。那这个是新加坡模式。那他是就是大概是已经到就是深褐色了啊。那这样子他，你说有没有下架？他没有下架吗？算不算查禁？他没有查禁啊。但是实务上这就会造成寒蝉效应，就是好像部长讲的话永远都比记者讲的话要来得大。那在台湾没有这个问题，我们部长讲的话跟记者讲的话是一样大的。那当然我们附近还有一些管辖领域是就属于沦陷重灾区，这个我就不评论了哈。那总之呢，我们要怎么样在不违反这个言论机会、结社自由的情况下，去让不实讯息在散播的时候，它不要被恶意的人变成有意的假讯息呢？
因为他们都是见缝插针的，就是先有一个谣言，这个谣言只是揣测，揣测都不违法，但他们发现有足够多人揣测的时候，就会加上一层包装，那这层包装它就会开始下广告，然后让它就可以被非常非常多人看到，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在它刚萌芽的时候，就把它能够让大家有个抗体，怎么做呢？就是从有刚萌芽的这些谣言，还不是有意的假讯息的时候，到我们各部会的澄清，就是60分钟。60分钟之内，我们就要做出所谓的222原则啊，就是标题20个字以内，内文200个字之内，至少有两张图片的这样子的一个在一个手机屏幕里面可以放得下的东西。然后呢，采用我们所谓的迷因工程技术，就是想梗了，想让你会想要按分享的东西，试着让我们这个后发而先至60分钟之后才发的，能够比60之前分钟之前发的那个谣言传播到更多的人。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其实蛮经典的。好，这个是一个真正在传播的谣言了。他这是就是他说，在7天之内，你只要连续染发跟烫发，国家就要罚你100万。然后呢，这个讯息呢，真的那时候就在 LINE 啊这些，他们就开始渲染开来。一个小时之内，我们的这个院长的脸书啊、LINE 啊、Twitter 啊等等，都 PO 出了同一个图片。我们检查一下它的标题，20个字之内，7天内染发烫发会罚100万加的，没错吗？它的内文，就算我现在没头发，也不会惩罚有头发的人。这个不到200个字，有一行小字说，这个只是对于美发产品的业者说，要让他们像食物标签一样，必须把它的成分揭露，而且2021年才成生效，这是一行小字。但是呢，这个都只不过是一般的澄清而已啊。民营工程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这里，就是不过你如果连续一个礼拜一直染发烫头发，它很伤头发，所以到最后你可能会看起来像我一样。啊，这是我们现在的院长，刚刚那个是年轻的时候的院长，真的是有些差别，有些差别。所以，那所以这个是就真的很好笑，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转传。那我们也有量化的数据证明说。两件事，第一个，这个传到的人比一开始的谣言传到的人多，即使我们是后发；第二个是说，看过这个的人再去看到谣言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转传了，就像是你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就不会再咳嗽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情况下，即使是谣言是用那种大家按分享比看完还要快的这种手机上面的这种情况，即使是在这种就是卫生环境不佳的这种情况，你只要先有这样子一种像疫苗一样的东西，你不需要去把本来那个下架，你也可以很有效的让看到这个的人知道，就是说就哈哈一笑嘛。你再看到这个谣言，你就只会想到院长年轻的时候的样子而已嘛。对，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成功的 mimetic engineering， 就是民营工程。那当然这个不一定要是反制的，就是它不一定要是有人来我们才回。有的时候呢，有一个天然事件或者有一个大家都知道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等到谣言出现，你可以自己主动跑出来。好比像说我们32个部会里面最新的那一个就是海洋委员会。海洋委员会呢，本来他的粉丝页有没有1000人都不知道追踪。但是呢，在台风要来的时候，他们就 PO 了一个图片，这个可能大家看过了，叫做我可能不会救你。那我可能不会救你呢，这个对，那然后底下就跟那个当年我可能不会爱你那个长得就是很像致敬嘛，就是跟教育部的都长得跟那个千面女王很像是一样的道理。好，所以呢他就致敬我可能不会爱你，然后就画了一个很漂亮的照片，然后呢底下就写说有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救你，而是因为你不要命。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台风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会出现一些就是会需要我们海巡的朋友们的帮忙的一些地方，那但是其实海巡朋友们也都是有家人的，所以这些呢在以前可能都是在我们公务机关内部就是有一些不满的这些声音，但是呢你只要有好的民营工程，就是去找到一个梗，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proactive， 就是你没有到有攻击性，但是你是积极性的，积极的去跑出来说这个真的很危险，而且你做了我们就大概不会救你，海是这样子，以后山也是这样子，我们国赔法都要修正了，就是说我们全面开放，开放之后说真的你后果自负。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个大家就会记得之后这些谣言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用武之地，所以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是说，我们当然也跟这些平台互相合作，所以像大家看到 LINE 不是有个 LINE Today 吗？
奶酒店现在就有一个区块，就在那个娱乐区块的底下，就是澄清嘛，最新的澄清。那我们就把这些澄清的图卡都弄成一些漂漂亮亮的东西，因为这个图卡其实就算你没有看过这个谣言，这个也很好笑，说真的，所以这个也值得这个 LINE 把它放在他的手里，有点像是拼流量这样子一种感觉。但这不是只是行政院在出这些东西，我们有很多民间的朋友，像这叫真的假的，这个叫台湾事实查核中心，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让最流行的一些谣言，你就可以直接去澄清它。那所以如果大家用 LINE 的话，其实现在你长按任何一个讯息，它本来就有一个检举，那检举之后呢，它就会把它送到这些事实查核的朋友们来，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哇，18%这个现在还在传，然后了不起，然后什么地震是被月亮影响，然后新台币要花500亿元，什么全民什么什么买单，什么提款机的时候先按取消键2次就不会被测入什么，然后蘑菇茄子一起吃会中毒，这个形状是最多的，就是什么跟什么一起吃会怎样，这个是。就是因为大家都关心家人健康嘛，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然后或者是什么这个血清肥皂可以让皮肤变健康哈，或者是什么对这个 PRC 要撤离所有在台的居民啊，或者是纽约华盛顿街头国旗飘扬啊，之类之类。如果真的国旗飘扬，我觉得是好事了。对。可能大家很希望他看到他发生，所以就会一直转传嘛。好，那但是呢，就是说他的 format 是这样，就是说第一个他会直接说这是错的，第二个会说为什么是错的，因为它是合成的假照片。但是我怎么知道它是合成的假照片？这有证明的义务啊，所以这些都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他就说，其实有个网站，你只要上这个网站，你上传自己的大头贴，他就帮你 P 上去。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叫做 Photo Funny 啊的这个网站产生出来，任何人都可以自己试试看。所以这不是什么内线独家消息，这个就是记者帮你发现的这个网站，你自己上载上去一下，那你的大头贴也在纽约飘扬嘛。然后呢，而且他会这个真的去比对啊，就是说，哎，这个网传照片跟知名服饰品牌的照片，你看是同一个嘛？而且呢，你如果去看它接缝的地方，台湾安全。这个台是刚好把一个人的头把它砍掉了，然后这个修图啊，你看红绿灯，它只有绿灯部分中间不见了，然后红灯部分是一个方框嘛，然后它的这个行人的腿部直接接计程车啊，等等等等，所以他们花了一些时间去一个一个告诉你说，你以后如果再看到这种样子的图片的话，你可以注意哪些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媒体素养的教学。他不是只是说这件事情是错的，他是说以后这种形状的，你可以按照这四个步骤一个一个检查，你自己也可以来发现这个到底是合成的还是不是合成的。所以这个它的价值是在这里。那我们大的平台像 Google、像 Facebook、像 Line、像 PTT 都签了一个就是 disinformation 的一个自律的一个准则，这个不是法律，是他们互相保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像 Facebook， 只要有任何 TFCC。说它是错误，而且讲清楚为什么是错误的，它在你的墙上就基本上就不会出现了。如果你有两个朋友，一个 po 这个，另外一个去 po 他不知道他家里猫咪的照片什么之类的，那 Facebook 就一定去那个朋友的。除非说这个我很边缘，我只有一个朋友，那 Facebook 没办法，只好说那个朋友的东西给我。但你只要有第二个朋友，他就会开始说你那一个朋友的一些东西。但这个并不是说把它拿掉，没有把它拿掉。你如果专门去你的那个朋友的墙上看，你还是看得到这些东西。但是它底下会有一个相关连接，相关连接就连到这里，然后呢，你就可以自己去看说你要怎么样子去判断。这样的好处是因为下架了，其实大家就没有一个学习的机会。你放着有一个相关连接，连到这样子的教学网站，减低它的传染力，让我们刚刚的那个澄清好像疫苗一样传染力增加，这样子才有可能。去让大家慢慢自己都培养出一些免疫的抗体，就是说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我们要让假讯息不流传，是增加大家的抵抗力，而不是做个无菌室，然后把大家关在里面。那这样子的做法才比较符合我们在台湾，就是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等的这些基本价值。
其实这些基本价值讲都很容易讲，是碰到这种事情来的时候，是测试我们价值的时候。那这在这边我也非常高兴，说我们最后是选取了像这样子，让整个社会部门、整个社会一起 empower， 一起增能，而不是只让一两个部长好像就决定了所有人的乐听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我这并不是说新加坡模式没有效，它是非常有效的，只是说它的有效也包含说让反对党基本上就很难选上了的这种效果而已。那台湾就是没有办法往这个方向走，大家只要还记得戒严时代哈，绝对不会想要回去。有几位朋友们问说，请问我会不会上 PTT？ 如果会的话，会看哪些版呢？跟大家报告，我不但会上 PTT， 还会上 PTT2。那 PTT2 我看哪些版，绝对不跟你们讲。那 PTT 因为那都各版。PTT 的话，我基本上一样啊，就是用我的名字去搜寻嘛。所以我的名字目前最常被提到的应该是正黑，因为有一个人在签名档里面有唐风，然后是八卦，然后是公务员。然后才是一些其他别的版，那所以呢，其实我没有特别去看哪个版，我就是看谁提到我的名字，然后我有空就出来，就是稍微推个文，稍微解释一下。所以他们都说我是非常好调，因为只要提到我的名字，我就会出来这个稍微回一下啊。那甚至在推特上面也有那种，他完全不是有事情找我，他只是说请政委来本推打爱心，他那个推的内文就是这样，我看到我就打个爱心。大概因为对我来讲没有什么问题嘛，因为我就是半小时工作半小时会休息个五分钟嘛，那五分钟我滑一滑，看到我自己的名字，有人要我打个爱心就打个爱心，所以大概是这样，所以并没有特别分哪个版嘛，只要你的那个版不是私密版，只要是 Google 有看到里面有提到我的名字，或者我现在在关注的一些政策，我大概都会回来这个回应的。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就只能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了，有位朋友问说，工作很忙碌啊，是怎么解决工作跟生活时间的切割以及抒发压力的方法？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从同仁的角度来看，我七点一定就不在院里。那以前呢，这个过去一年跟这个外交部工作的时候，外交部他有点利用我这种七点准时下班，他说太好了，外宾来的时候，这个政委就是必访景点哈，就一定要到社会创新实验中心或者到怎么样，然后呢跟政委一起吃个晚饭啊，因为外宾来跟我吃了晚饭之后都会觉得这个台湾非常棒什么之类的，外交部就会不断的做这个访团的安排，多的时候一个礼拜可以到两个三个都有。那结果呢，这才一年多嘛，对不对？跟这个吴钊燮部长合作，然后这个职业伤害就非常的严重，那就是我就胖了大概10公斤左右。因为外交部那种晚宴都是8道菜、10道菜、12道菜，然后这个反正是国宴嘛，那样就是，然后你讲话不自觉就一直吃，所以呢，这个后来呢，我就跟外交部说这样下去不行，这是不永续的，所以呢，后来我这个减了5、6公斤回去了，那我就跟外交部说要排到早餐去，不要再排晚餐。所以现在外交部也没有特权嘛，任何部会都没有特权，就是我七点以后就是自己的时间，就不是上班的时间。所以我以前可能是从10点到10点，但现在是变成7点到7点。你可以来排我的早餐，但是不要来排我的晚餐。那七点到七点有个好处，就是说如果是欧洲的朋友，是美国的朋友，尤其是美国的朋友。我如果七点起来的话，他们还没有下班，他们有1小时的时间可以去争取。就因为我们七点如果是 DC， 那就是他们晚上七点嘛。那公务员加班到七点这边非常常见。那所以美国公务员也不例外。所以我七点醒来，他们七点，他们可以撑个1小时再去吃晚餐，这个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还是可以去做一些外交的工作，跟美国东岸的朋友。那但是呢，他们也要去吃晚餐嘛，那我也要去开院会啊什么的，所以我们也就只有1小时。这个好处就是说，大家就会就事论事了，不会这个寒暄啊，不会讲天气怎么样啊，不你远去讲天气怎么样，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天气又不是我天气，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跳过。我们1小时就专门的来谈我们要谈的事情，谈完之后你下班，然后呢我去吃早餐。那这样子的情况，第一个当然生活变得比较健康一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晚上七点之后我就有非常完整的时间，然后呢自己就可以抒发压力。那我怎么样抒发压力呢？大家都知道我是在网络上面回小白，就是回比较白目的什么论点来抒发压力的。对，其实我上班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少滑手机，然后这个都是用 iPad 吧，所以打字也打不快，大家
因为我用的是大一输入法，大家刚刚可以看到我用注音其实没有办法打什么字。好，那所以这样子的好处就是我不会黏在电脑前面嘛，我上班就是跟人相处。好，那但是下班之后那当然就可以跟电脑相处了，就可以上 PTT 了。所以下班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七点之后就晚上七点之后那个 po 文数量大幅增加。然后在 GitHub 就是我们就是宅界的 Facebook 啊，就是写程式啊，写这个文件啊，写音乐啊等等这些地方，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些创作。我大概就是靠着说大家对什么东西关心，然后可以透过创作去回应什么，然后来就是抒发自己的压力。那这里面当然不免就是会对我个人有一些批评指教，一些人身攻击啊，有些什么东西，但是呢这些呢我都把它当作所谓的精神按摩。那精神按摩的概念就是，其实各位可能以后也会碰到啊，就是说有些人如果真的指名道姓，然后给就有一些不堪入目的这个言辞来攻击你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视觉刺激嘛。我们如果学过认知行为治疗就知道说，你有一个视觉刺激的时候，你就要去创造一个非视觉非语言的刺激。好，比方说我看到有人骂我什么什么字眼，我就不要去摔电脑，我随时只要感觉到我应该要摔电脑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就去创造一个新的。好，比方说泡一壶我没有喝过的茶，这个很容易把两种茶叶混在一起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调酒的概念，或者是说这个我去放一段机器产生的以前也没有做过的音乐或怎么样。好，那所以呢我有一个听觉刺激，我有一个嗅觉刺激，我有一个味觉刺激，是非常好的，很舒服的，然后去搭配上这个让我不舒服的一个视觉刺激，那这样子，然后就比较舒服。然后呢，我就深呼吸，然后就回里面建设性的部分，没有建设性的部分我倒是没有看到。然后呢，那一天我就会，其实就是平常都会睡到八小时嘛，所以我那天就很注意，不要睡低于八小时，睡满八小时。睡满八小时一醒来，他在脑里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长期记忆。我下一次再看到这个字眼的时候，我想的就是啊，好好喝的茶，好舒服的音乐，这个非常非常舒服的感受。所以呢，我到现在基本上网络上任何的字眼，我看到的都是充满了舒服的感觉。这个就跟为什么叫精神按摩，就跟按摩按到痛点是一样的嘛。你如果硬按，那当然就是筋折骨断，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知道在按摩的时候，就是会放一些音乐啊，就是康复茶啊，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慢慢慢那个痛点就揉开了。揉开之后呢，你就下次再碰到这个的时候，心里就不会感觉到不舒服。相反的，你会想到上一次，哎，这个痛点被揉开的时候，那种非常舒服的、开心的感觉。那各位在 HR 工作，想必以后也会碰到很多精神按摩的这个情况，所以就这个用这样子的一个 tip 跟大家分享。今天谢谢大家。